万圣节这四个颜色你有喜欢的吗？准备紫色、桃红、白色、蓝色，一块刷完的海绵，颜色轻拍，过渡均匀，一看就会了。一支毛笔加点紫色和黑色，画上云层，撕下来圆圈，柠檬黄、白色画远处的月亮。接下来更简单了，黑色勾线笔画上万圣节恐怖的房子，零基础一看就学会了吧。听到有的老铁说关注我四年了，一幅画没学会，真的有这回事吗？我看看评论区有几个关注我，以后的日子我教你画画吧。明天见。